分明是难为于我。真刀真枪的战场上，情况可比靶子复杂多了。李将军不会以为我在故意为难你吧？哪里，多虑。将军才高八斗，不让须眉，在下佩服。不过这领兵打仗自古就是男儿事，更何况眼下要打恶仗，要的可是员猛将。如今这年月，皇帝葬的百姓，义军的也葬的百姓，小百姓横竖都是一死，还不如讨个公道，死了也值了。他是所有百姓的一个缩影，为了要让天下百姓都不再活在家风绝路，我一定要过了这关。二当家是在嘲笑我无领兵能力吗？请再放把过来。无论靶子如何旋转，它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重心，那就是我的突破口。难为将军了，在下代二当家向您赔罪。哪里，若领兵之人武功不济，如何稳定军心？二当家这么做自有道理。李将军不愧为将门之后，在下惭愧。从今后咱们联军是一家，齐心合力共同制敌。好，我也派人连夜潜伏在朝廷军队打探。将军果然足智多谋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随军军情如何？敌军士气旺盛，愿来深入。哦，我当如何应对？我方当紧闭寨门，高墙深垒，多加滚木雷石，长刀硬弩，日其强攻，不予出战。这是为何？他大军一到，必气焰熊熊，若咱家一介，怒气大涨，也立即开门迎战，胜算难料。当其久攻不下，必定将士疲劳。是的，我军此时磨好刀，吃饱饭，杀开寨门。慢，咱家于此之时，暗派一支精兵绕过敌阵，劫走敌军粮草。敌军必然惊慌，无意恋战。此时我军冲杀敌阵，渴望大获全胜。好计！那么我和二当家立即带兵集训，请何总管依计统领大军迎战。我决定，第一通鼓，敌人来袭，我军坚守山寨；第二通鼓，敌军再战，我军以逸待劳，抗击敌兵。二战过后，二当家率1000精兵绕过敌阵，夺下敌兵粮草。是。本总管领5000兵马，待等敌人疲劳，大开寨门，冲杀敌阵。好，在下做后备之军，镇守山寨，待我头皮大军冲杀过后，前来接应。好，以言为令。冲啊！冲啊！李元帅，恭喜何总管大获全胜。李元帅，今日乃咱们庆功宴，也是我何氏一支正式奉您为帅的挂帅之宴。为我挂帅？从今天开始，我部正式归附李氏一支。以往多有得罪，请您雅涵。这多日相处，了解您胸怀天下，谋略高远，此帅非您不可，请您统领我大军共筹壮志。多谢二位，在下一定全力以赴。请元帅高升帅位。
自此，平阳义军威名远播，很快发展到了7万多人，人称娘子军。名满天下的娘子军为李渊在关中打下了大片地盘。公元617年，李渊主力渡过黄河，平阳与兄弟李世民及柴少军队会师渭北。为了天下苍生，邓成冲！唐改大兴城为长安城，公主事后追谥平阳公主。平阳公主凭着大义和胆识，为大唐的崛起立下了赫赫功勋。至今，山西境内的娘子关，穿越历史的时空，仍为我们铸刻下这位绝代女将大义未公的英姿。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，就是什么？把佛像、把经文、把咒语印在帆布上，刻在石头上，随风飘。风吹到哪里，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。风吹到哪里，这里面就有三宝的加持力，当地就可以消灾延寿，就可以圆满，就可以满愿。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幡、咒语、佛像，到处送给人家，挂在车上，挂在山上，挂在任何地方，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弘扬在全世界，让这个世界消灾难。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，我们就把凡旗寄给你，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风马旗的功德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善用慈悲的能量，观修慈悲心的法门，能够带给我们内在的力量与喜悦，也能让我们感觉到存活的意义。生活的有意义，就是要活得有用，为人所用，真诚的帮助他人，服务众生，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。所谓的福报与业障，只是一念之差，端看自己如何用心而已。当逆境来临时，只要能够保持慈悲心与菩提心，懂得转化念头，
所谓的障碍或逆境也就不攻自破了。布施福报很大，持戒福报更大，忍辱功德福报更大。所以业障来了，逆境来了，我能够用悲心菩提心来承受，来转化，来想到众生苦，那你的功德更大。就算你现在在生病，那我刚刚讲病是我的业啊，所以我好好忏悔啊，阿弥陀佛。然后我这么痛苦，我才知道，哎呀，所有众生都有肉体的痛苦，愿大家都离苦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整个医院都南无阿弥陀佛，整个世界都南无阿弥陀佛。你这样一生病，就变成你最好的修行方法啊，这样你的冤亲债主就得到超度了。所以各位，所做的善恶业，恶业不会消失，善业会不会消失？不会。而且这个善业你已经回向给法界众生，这个善业直到你成佛都还在。福报跟业障一念之差，看你怎么修。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我们要升华的是悲心菩提心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